美味好料理，健康跟着你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好菜呢？来欢迎今天的来宾，他是慈惠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田文辉田老师。田老师好。哎，同学好。老同学是吗？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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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幼稚园的同学哈。嗯嗯。呵，来帮我们做什么？蚝油阔素爆。不要看大字爆。蚝油阔素爆。好，它需要准备什么材料？美生菜，然后杏鲍菇、姜，然后红萝卜、金针菇、奶油，好，还有香菇。是，这个香菇是要做那个鲍鱼的吗？不是，因为鲍鱼是最主要是杏鲍菇，哦、是杏鲍菇。你杏鲍菇它吃起来口感跟鲍鱼有一点像。哦，所以这个香菇没有差哈，我大细率不要紧啊。因为你的蒜也不小的，因为我要倒扣，那你有这个香菇扣在旁边的话，看起来会比较好看，而且我要等一下是拿它我们泡香菇的香菇水下去做它的高汤。哦，是，呵，啊，那杯从哪里开始做呢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不是高丽菜吧？不是，这美生菜，可以生吃的那种的。对。是切大块。对。然后看我们杏鲍菇的大小，那等一下要切斜切。这条杏鲍菇算大了呢。对啊。要切斜的。对。是要切那个鲍鱼的形状吗？就鲍鱼片的形状。就假鲍鱼的那个。对，那个斜刀吗？对，用斜刀下去切。啊，如果技术不好，可以切片吗？切片，你吃起来的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对，就要练呢，斜刀。这应该还好。你通常做一道菜要多久啊？做一道菜，专心做的话，很快吧。啊，不专心做的话要多久？不专心做的话，看要怎么来不专心。有时候我一直在这边吵你啊，分心了。这样是还好啦。这个通，如果正常的那个就是。不要不专心啊！正常的这样煮起来，30分钟可以起来。不用30分钟。不用30分钟。一道菜应该，你如果包含它在蒸的时间的话，差不多十几分钟就起了。哦，这么快啊？对。怎么看你们在做菜都很快，真的就是那么快？这个叫熟能生巧。是。那我不行，那我要半个小时。可以的，可以。不要想太多就可以。好，这边稍微切一个水花片。雪花片。水花片。水花片怎么切？就是你在上面随便你就刻一个东西。你像现在，对对对，像现在我们中餐丙级，他才刚改那个他的题目而已。那这一次的话，他就是比较注重在水花片的呈现。就是你要让它红萝卜它起来，因为红萝卜基本上都加少用，那你让它有一个形状的话，看起来会比较漂亮。哦，是哦。所以这个是要烤照的话必考的。对对对，现在烤照必考。哦，要学起来。可是我没有要烤照。啊，你学起来以后出去人家就知道你是专门就是。我有一个厨师同学，我还需要自己请吗？同学是干什么用的？说得好。然后就这样子，那它也包括那个厚薄度吗？如果说，对，其实这个是还好，因为我这里的咖喱要藏在里面的，当它吃的时候我会看到这种颜色而已。对，好，那这个香菇我们稍微拍一下，这声音有点难听。不会啊，真材实料呢。
你要稍微压一下，把里面的水压出来，等一下它才有办法去吸附它的酱汁。哦，好。它是倒扣的时候会看到那一朵香菇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它要磕花吗？这个不用，我们基本上我们会磕花的都是拿新鲜的香菇来磕花。哦，这个就没有。对对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先放一点点香油，少许就可以。然后我们下去把那个生菜叶炒软。哦，哎，我们没有用沙拉油，这个是用香油下去炒。你用沙拉油也是可以，也可以。哎，对对，它比较没有限制。那我们就是，你其实你不用去放，不用去放盐巴还是什么去调味，就是纯粹要我要把它煮软而已。煮软而已。哎，对，因为我等一下还会用蚝油酱。哦。嗯。哎，可是你今天有切姜呢。姜不是在爆香用的吗？没有啊，姜是我们等一下要做蚝油酱酱汁用的、哦。对对对对。这喜宴菜基本上都会看到这一道菜。嗯。在那个荤食来讲的话，那那里面其实变化很多。你如果没有用杏鲍菇，用它可以用很多东西下去代替，我们用香菇啦。香菇有啊。对，没有用生鲜的香菇，哦、用生鲜的香菇。对，还是你用一些菇类的东西，你像柳松菇啊那一种啊，还是鲍鱼菇那种都可以。哦。那比较大块的、有口感的那一种吗？大块有口感。鲍鱼菇。鲍鱼菇有。嗯。哦，稍微把它炒软就好。要水吗？嗯。然后把它放到麻锅碗里面。我们有碗哎，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小的碗呢？没有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倒扣。哦，你要倒扣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你刚刚我帮倒嘛。嗯。呵。再来，加一点香。它的那个食材啊，都会分开炒，是不是？你一起炒也是可以的，如果在家一起炒也是可以。那因为它两个，其实你像生菜，我们可以生吃的东西，嗯，所以它炒的时间跟我们金针菇的时间就比较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。好，加一点点水。炒一下就好了哈。对，然后把它放进来。哎，这一道菜啊，如果把它学起来，有客人来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办的。对啊。啊，敢那煮几行干啥？哎呀，这样没啊。煮几行都没请客拍谁？其实你那几行啊你。你也煮菜，你也会当啊，当自己煮菜的。对，他就煮一道那个餐厅会出来的那种，摆漂亮一点，一道就可以唬人。那你人就够吗？一道够吗？够啦，一道人就惊死。无你请客拢煮几道菜？请客在家。对啊，在家。在家。你觉得几道才够诚意？几道菜？最少要四道吧。四道哦。嗯。四道而已哦，啊，不用汤哦。没有啊，你就四菜一汤，这样就五道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五道了，挺好啊。下次去田老师家，五道菜可以吃。对啊，好，同学你来电没问题。可以点菜吗？哦，点菜。我把杏鲍菇稍微沾一点点那个太白粉。好。沾一点菜，要煎吗？哎，没有。
没有，我怎么每次都猜错啊？那你为什么要沾太白粉？它增加它的粘性，但你吹也太小了。好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杏鲍菇。所以现在是要摆了。对对对，我要倒扣。杏鲍菇摆最下面。嗯。这样你扣出来，杏鲍菇它才会在外面。才会在上面。对。第二层是，哎，我有那个筷子啊，你为什么要用手的？没用，用手会较好点。我今日也烧着。对，我只个拢。然后香菇。嗯，对。还外面。然后我们再把刚刚炒起来这个把它放进来，那个就放中间。对，然后稍微把它压。哦，那你压的时候它也出水，生菜那个美生菜也出水，啊，水要也要等，等要出来。那个汤不要倒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刚我们等一下跟那个。泡香菇的水一起下去做那个高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酱汁。好，酱汁最主要就是蚝油嘛，哈。嘿，对。够吗？蚝油跟糖。蚝油跟糖。那我们先拿一点点奶油。奶油来炒香我们的蒜，那个姜末。哦，那奶油的东西你火不要太大。要炒到它香味出来。好。然后我们先加蚝油，那蚝油就是像我们那个基本上像那个酱油在炝锅一样。嗯。你像这种酱油类的东西，你只要放在锅边，然后你有炝锅以后，它出来的香味会跟直接放进去的时候香味会不一样。好。蚝油要倒多少？蚝油，哦，差不多三大匙。三大匙。其实还是要看你的那个量。他就用刚刚那个蔬菜的汤，跟泡香菇的水。对对对。然后加一点糖，那糖跟那个我们蚝油的量差不多，它的比例差不多3:2。3:2。对，那你还是，其实这个跟你倒进去的高汤还是有关系。那我刚刚那个蚝油大概3大匙，对对，然后所以糖就2大匙，2大匙，对，然后你还加了1匙的水，要咸，哦，好吃，好味是，怎么跟张师傅一样？哦。没什么特色，好吃而已。好。对。要让它煮滚吗？
让它稍微你要熟一点，浓稠。可是它还没有勾芡，怎么会浓稠？因为我们里面有放糖。哦。对，那放糖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蚝油，它本身它就有那个淀粉。哦。会稍微勾芡，会稍微让它稍微浓缩的，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拿下去蒸。那你拿下去蒸的时候，它因为会有那个水分，对啊，那水分会跑进去。那你如果说没有，那你要缩起来微波，就是你到时候你出来会变成太稀。哦好。哎，你的红萝卜不要忘了。哦，它有一点浓稠度。是。那我们再把它。哎，这个碗是专门人家在做这个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叫那个什么扣的，都是用那种碗，专门的麻刀，我们叫做麻刀。麻刀。哎，麻锅碗，锅应该叫麻锅碗。那台语呢？台语。啊，所以麻刀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啦？应该是。你嘛不知道。没有，我的语应该是跟那广东话。哦，翻过来的。对对对。口音呢、啊嗯？那我现在把它就这样子拿下去蒸。啊，你现在就要离开了、哦。要拿去蒸了。嗯，对。啊，你的红萝卜还在、啊？有，等一下。我有提醒你哦。有。那我们那个电锅要怎么放？一杯水吗？欸，不用到一杯，差不多半，不用到一杯，半杯到三分之二杯就可以。那不就大概15-20分？哎，对。好、哦，也应该不用到那么久。一杯水大概是。最主要是看你那个。欸，你的那个杏鲍菇切的薄薄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红萝卜，因为我们好什么？现在把红萝卜哦，稍微穿烫一下。那我们哦，这我们刚刚蒸好的。你要那个吗？套手套吗？一个盘子吗？要什么样的盘子？可以把让它扣出来。平的。平的吗？还是要白色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因为我只是要把它的汁弄出来而已。然后稍微打开一下，让它吃。好。都不会烫的哈。啊，你看，叫做职业。你都卖旧的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那里烤掉了。啊，可以。搁改 Q 姐的好啊，对不对？这里。因为这个配到无。我觉得配料不一样。哇，好香哦！那个是什么香？就是那个奶油炒姜末的香哦。是哦。对。好热。哎，所以你刚刚的那个奶油，那你刚刚的那个姜末啊，用奶油炒，就是这个用意吗？对。它的香味会比较特别。比较特别。那我们把刚刚。蒸碗的汁，好，在这边。伊迄个汤汁啊，伊安尼煮过，敢会搁较咸，会变较咸的。一点黑。啊，那要加水吗？
稀释吗？其实加水稀释。啊，不是太咸的吗？啊，你别塑胶遐，你别塑胶遐，伊就咸汫遐重着。哦，那我们把红萝卜摆进来。好。然后把蚝油汁淋上。然后把盘子旁边擦干净。好，按那个蚝油扣素包，对吧？对。哎，你今天这样子煮多久时间？你是算认真煮还是无认真煮？无认真煮。无认真煮。冰箱两样都差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啊，恁刚我去恁家做客啊。嗯嗯。也是这一道吗？做客。做客啊，做。咱会食个啊，澎湃。你要请我的时阵啊，安尼讲。会食咧个愈澎湃。真的吼、哦嗯，全国的观众都有听到了。放一点薄荷。哦，好，这样装饰一下就可以是一道很可以说很慎重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客人来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也是那个我们宴席的菜嘛。对对。好，那二凯啊，有人可以来，对，让我们来来抢。今天非常谢谢田老师，感谢你，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我们再会了。蚝油扣素包的做法：一、杏鲍菇沾少许的太白粉，切薄片，排入碗中；二、干香菇泡开，排入碗中，香菇水流至备用；三、美生菜和红萝卜片炒熟，放入碗里；四、煮酱汁的部分，先炒香姜末，再加入素蚝油三匙、糖两匙、白胡椒适量和香菇水；五、把酱汁淋在碗内。入电锅蒸大约八分钟。六，将碗倒扣在盘上，汤汁倒回锅中，煮滚后勾芡，再淋回盘中的菜就完成了。